令颖一度是圆脸界的代表，在整容成功的娱乐圈，锥子脸随处可见，反倒是赵丽颖这种圆脸非常难得。然而最近赵丽颖标志性的圆脸不见了。11日，赵丽颖参加某活动，她在现场的照片被摄影师陈飞、制片人一哥黄斌曝光。一向是可爱包子脸的她，在照片中看上去似乎脸变尖了。照片中的赵丽颖脸瘦了很多，但可爱不减。网友纷纷喊话：千万别整容啊！第一眼看上去都不像了，还是圆脸更好看。优酷娱乐整理报道。